好，我们找到了 OL 的制服妹，代表她什么？她翘班。哎呦，她就会被那个长官发现。不过我们就走着瞧好了。哎，长得还不错。Hello。我为什么就是有个性？对，我告诉你，台北女生就是酷，就是帅，她越酷越爱。小钟来到北市学生票选最好看制服的玉成高中，寻找高校制服美女。同学，你们学校的校花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你是这个学校吗？我是学校。你本身没有在这。高一而已啊。高一啊。有没有哪位比较知道校花在哪里的？没有。哪个？谁啊？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位小可爱呀、啊！哎呦，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来，大声说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的可爱，来跟我们镜头来稍微笑一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你有没有这个意愿，就是跟我一起到摄影棚，代表我小钟来参加这个校园美女？我跟我已经上过了。啊，你已经上过了？你是上什么单元？国中的。国中的时候就上过了。Oh my god！ 所以你国中就这么高了？对。哦，我就是拯救世界救星 ，Water Boy。你这山寨版的 Water Boy， 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没事多喝水，多做好事拯救世界。听我的歌声就知道我才是正版的，而且你看，这家屋根本就没有 Water Man 这个标志，这代表我的制服还有我的专业。今天我们就是来找跟我一样默默辛苦工作的制服美女们。选择到东区街头搜寻的 Water Man， 能够一举擒获 OL 美女吗？嗨，小姐你好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我是 Water Man， 这个是你的制服吗？不是，那是你自己的衣服。那你还是学生吗？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很可惜，他不是。又发现了新猎物，赶快去逮捕他。好，去逮捕他。对，逮捕他要干嘛？要搜身。等一下，停止逮捕，因为那边有做一个更正的美。要吗？要啦。这个啦，先这个啦，这个比较正啊，可以临时换的，先抓那个，好，先抓那个，Hello， 哇，又被拒绝了，我刚刚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正妹，绝对有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快了啊，跟你聊一下天吗？不要，聊一下就，快了，再会打马赛克，游戏界啊。完蛋！现在 Circus 这一组遇到史上最大的危机。哎，他真的很正哎。他真的很正哎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几颗苹果？4颗苹果，不好意思，给他3颗哦，因为他脾气够犟。